我们从石头召唤而来，只为保卫瑞文崔斯。看到我们校中的一切被昔日的主人变得如此不堪，实在令人难过。我的朋友被百步欺瞒的不只有石原魔，我敢说就连沈断者也曾被当成棋子。该是推翻前任主宰的时候了，我们接下来所做的事都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的福祉。忠臣派来了，王子，我们必须击退他们。凡人，你是胜利的关键，去吧，打倒那个背叛我们大家的人。雷莫尼亚，听好了，这些大胆的凡人克服了所有挡在他们面前的阻碍，现在看来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投降了。我有更好的主意，主宰，我来切碎他们。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恣意妄为、眼界狭窄的生物抓起来，用他们的骨骸为我们的晋升之道铺路。该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呢？求求您，主人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我的血肉之躯了。我要把他们串起来，切碎、砍断、解剖，再切成一条一条的。冷静一点，雷莫尼亚，这种事是急不得的，这样非常失礼。我会协助宾客完成赎罪的过程，等到他们彻底悔改之后，我允许你撕碎他们的肉体，然后再把他们惨叫的灵魂送入冤侯。太远了。
择了你的罪恶会吞噬你。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我的仆人啊，把这些垃圾移走。我已经偷到了。我要听你的惨叫声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暗影会吞没你们。太远了，我要听你的惨叫声。雷莫尼亚，杀光这群渣滓。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你们会一起消失。来解决这群害虫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雷莫尼亚，我要听他们的惨叫声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一起消失，再靠近一点。我要听你的惨叫声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听你的惨叫声，雷莫尼亚，我要听他们的惨叫声。灭火师，吞噬这些闹事者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。安静会吞没你们。对客人很有耐心，我克己复礼，礼数周到，却不断走向后代丧。非常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Yeah.
就是瑞文吞噬。啊，暗影之境的救世主来了，一定要重建瑞文崔斯。欢迎，我的患难之交。